立线体打散，然后分成上，就是它会有一部分会沉在下面，然后一部分浮在上面。然后他们发现沉在下面的那个并没有分成 ATP 的能力，而是沉就是浮在上面的那个才有。然后他们又去研究那个浮在上面的东西，然后发现上面有一些杆杆，一些杆状物体，然后就是。然后在那个 ATP 合成的地方都会在那个杆杆附近，然后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整个就是一整个那个 F1 因子，就是那个应该说 B 线体，哎是 B 线体上面那膜，就是他们在 B 线体那个膜上面找到一个叫 ATP 合成酶的东西，就是它包含了一个像球体的东西，然后有一层膜跟一些杆子在那个膜上面，然后对吧？然后他们可以推动 ATP 合成，然后他们在叶绿体的叶绿体囊膜以及细菌的细胞体膜上面都有发现这种反应，就他们就。推测说，但是那个，就是他们有相同祖先的一个证明，然后他们说什么三十一年前分成，就是这地球上大多都是厌氧生物，然后当氧进入地球之后，才会产生非常多的好氧生物、耗氧生物这样子。有问题。问题好，非常好。什么是因子？因子，啊、哦，什么是因子？好，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因子。因子，就是因子。一种是材料的总单位。一种材料的单位。你们数学有没有学过？因子通常来讲，我们会比较从数学先看到这个东西。组成它的一个元素。嗯哼，非常好。这是一个因素的，就是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零件，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要凑成这个东西反应，它都会有你需要的东西，对。啊，所以说他们说在这个上层液体里面，还有一些合成 ATP 的条件嘛，应该让你合成那种 ATP 的条件，那它这边叫做因子，它的原文应该叫做 factor。Factor 就是一些因素、一些参数的意思啊。自己还好吗？自己有没有问题？嗯。还好呢。自己有问题吗？看起来没问题。嗯，还好。还好，所以你知道意思。啊，就没说过。我们这一节在讲的东西，知道吗？说因子啊。不是因子，不是因子。我说这一节讲的，现在有问题啊。刚刚是。轩宇提了一个因子是什么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因子是什么问题，经过这个冠元跟陈宇还有我做补充之后，那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嗯。那就这一节，他们别的问题没有？其他同学？我觉得还蛮帅的。蛮帅的哪个地方？都被致命的氧化。都被致命的氧化，对。氧其实最早是一个毒性气体，所以非常毒的。这是一种，你可以说这种淘汰啊，当氧，对，一种适应或淘汰，就是当氧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会把氧当成毒性气体都死光了。那活下来就是可以把氧当成食物，嗯，可以当成你的燃料。那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再出现另一种。没有说啊，假设二氧化碳居多，说不定又会回到有一种生物，它可以适应二氧化碳的环境。那我们就死光了。我们可能就死光了，有可能啊。对啊，这就是一种整个生态的一个消长啊。如果当中有发展出那种光合作用的生物的话，你觉得那个厌氧吸入中的发展出那种比较巨大或是高智慧的那种生物？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再回来，你们这里有空可以把群那个小说看完。群啊，有一个小说叫做群，它讲的是海中的单细胞生物，它发展出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说。那这是有可能的，这不是不可能。我觉得那小说写小说那个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好，那你要想想看呐，你的智慧怎么产生的？严格来讲，你是个多细胞生物，对不对？变种中。你是个多细胞生物，但是你的脑细胞里面每个都是单细胞。互相连接。对，所以他的认为就是说，当你这些单细胞生物如果有办法有一天做到一个能够彼此互相的这个交换讯息的话，他说你就有智慧。而且他如果整个海里面有这么多的单细胞生物的话，他可以交换的讯息更多，他智慧是比人类更多，有没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的哈。好。OK， 那问题。这一节有没有问题？暂时没有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那换我问问题噻。好，这边所讲的，我们讲说，那个他把力线体做离心力分离，那有没有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高速离心机怎么去做分离的？它是用什么原理？高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为什么可以做分离？就是每个物体在那个离心机里面，它的就是它会跑到它应该跑的位置。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它的质，应该是密度吧。密度不一样。不一样。OK。所以它可能主要它的位置分布的位置就不一样，那你再把你先知道什么东西会在什么位置，然后就把那个位置再拿走了。好，那我如果没有离心机，我可以分离。对呀、啊。把它解开。解开。抽出了啊？什么解？我如果一样这瓶东西，好，这瓶东西好了，我里面很多什么杂七杂八东西，那我就这样放着。嗯，可以啊。它密度不一样，它会分离。会分层。会分层吗？会。会分层。会分层。啊，我如果有离心机跟没离心机差别在哪里？一个比较快，一个比较慢。那个比较快，比较慢。事实上，如果慢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是不会分离的。嗯。有时候不会分离。阻力太大。太慢。对对，阻力太大。阻力太大，太大，它就分离。我拿一个东西给你看。要阻力太慢。几百万。太大。可能要几百万。不是啊，你密度可能差个0.1。所以还是会嘛，是非常非常慢啊。不是很慢啊，水的阻力那么大，你根本下不去，是不是？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啊，啊，你看一下哈，这个是，这是塑胶颗粒，这里面我放的东西，啊，这边有人说，这就是大陆现在正在开发的这个假米啊，假米，就他放了那个影片啊，就是人家在做塑胶粒的影片，这就是塑胶粒啊。啊，我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他是恶意重伤还是什么。你看大陆在发展塑假米，会比较便宜，会比较便宜吗？我根本怀疑。而且这东西煮根本煮不开，都没有办法煮开的、啊。所以你看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放了影片，就是人家在做塑胶粒，这就是塑胶粒而已。这是塑胶粒而已嘛。啊，你看把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这每个东西都有密度不一样，对不对？嗯。我如果放进去，它有没有分离？没有。有没有分离？哎。有没有分离？没有分离哈。可是我如果放进去之后呢？摇一摇。摇一摇，它就分离了哈。它。你有没有看？沉下去就沉下去，浮起来就浮起来，它跟密度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应，有没有？它密度比较小还在上面，密度比较大一定要下面来。哦。啊。但是你在离心机的功能上，它用力一旋转，它并不是摇晃哦，它用力旋转的时候，它只是强迫让你。对这个，它用离心力来当成类似像重力的效果，强迫你重的往下跑，往外面跑，轻的往上面跑，把它强迫这样分离啊。哦，它只是增加那个明显度。对，增加明显度啊。比如理论上这样放着，我这个重的，它本来就应该有那个趋势往下跑，可是为什么跑不下去？因为力量不够大。可是如果当有很强的吸引力往下吸引的时候，它就往下走。那我们在地球上没办法创造更大的引力了，所以我们就用离心力的方式去创造那个效果啊。这是离心机的功能哈。哎，今天是真的是，刚刚已经那一堂课已经是大家都累了。
可能是假日的。哦，是假日。好，可是我觉得前几个礼拜没有那么严重。前几次还好，啊，前几次这个同学是偶尔啦，不是不会一开始就这么严重，啊。这个同学已经半个学期没有这个严，没有这个现象，怎么今天说？刚刚你在讲那奇怪的分层，那个不是动作没有讲那么久啊。我没有讲很久，那就讲三分钟到五分钟。等于说，所以位置这个东西太简单了。OK， 好，第二节，第二组。哎，第二组。你跟陈玉卓一嘛，赵东离开之后就剩你两个。对啊。好。看他这里修一栋门禁，他就是小样子。啊，快点，说说看吧，有没有问题或者是？问题。你的理解是什么？哪个字？啊。那个什么效果？什么发酵吗？哦。发酵对发酵。是哦。哎，大大。好吧。发酵。第二节算很短哦，他主要讲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他竟然直接把它问一个学分都是三级。依序的将高能电子对由受磁托出的传递至电子传递系统，在那个有氧中心那边。反正我们上一章讲。这样子。你可以看96页嘛。96页它下面的图有没有？96页吗？96页下面的图哈，嘿，伟志姐啊，你还好吗？96页下面一张图有没有？啊，它这个高能电子在下面会产生有没有？各自循环结束完之后，它变成一个 NADH。然后它就是把电子丢出去了，电子怎么跑？电子就沿着这个叫做粒线体的这个内膜开始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电子会慢慢的把能量给释放出来。好，那我们讲过了，在这边它应该产生的时候，它的电子是算高能电子，因为这边电子的密度很高，电子密度很高的话，它变成有排挤力，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叫做静电位呢，那么斥力对，有个斥力，所以你越远的时候，你的能量就越低，好，越远能量越低，但你从高能到能量低的地方，你会放出能量，对啊，所以放出能量的促使旁边的地方会产生 ATP 的合成，好，就是这样子。OK， 好，看问题。是的，是的。虽然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应该是会有人去查一下，什么是丙酮酸？丙酮酸这一节的最后。就是丙酮酸加一个氢。前面看什么叫丙酮酸，我不知道。不知道。丙酮酸怎么样？丙酮酸怎么样？丙酮酸。你可以先给一个甲酮，然后到时候可以试一下。甲酮有没有甲酮的东西？没有。丙酮酸长怎么样？丙酮酸是什么酸？是纯基酸还是有机酸？它是有机酸哈，因为它实际上是。生物合成的酸嘛，通常生物合成酸是有机酸，有机酸有特殊的官能基是什么？丙酮酸氢。不是。错。COH。哦，没有错，自己怎么突然醒过来，太厉害了。啊，有机酸有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官能基叫做 COOH， 记不记得 ？COOH。啊。COOH， 我如果这边是加 H， 这是什么？哦，有机酸。这是什么酸？这是甲酸。这甲酸呢，因为只有碳，对不对？那我如果这边换掉，换了一个碳，在这样子，就是丙酸，对不对？丙酸。哎，这是乙酸啊，这是乙酸啊。乙酸是这叫什么 ？CH 三 COOH， 啊，乙酸又是醋酸嘛，记得吗？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有印象。有印象吗？听过吗？好，那什么是丙酮酸？丙酮酸。加一个。那如果说这是把它换成铜质 ，C， 这怎么算？丙酸。这丙酸哈，这丙酸哈。
啊，丙酮酸是什么？甲酸酮。没有酮，那个酮是那个酮跟那个不一样，这个酮是不是金属酮哈？嗯。丙酮酸是这个酮，不是。没有。哎、欸，对呀、啊，你一看课本，它不是写这个酮吗？丙酮酸是这个酮。我看错了吗？丙酮酸是在这里啊，是让它把这个碳哈，它把它的单键变成双键，然后跟一个氧结合，这叫丙酮酸。都跟一样。OK。OK。大家知道吗？嘿。双键。OK。那你要这丙酮酸，对。有时候看到我们如果看到一个陌生名词，如果前面没有解释过的话，可能你们还是要稍微查一下。我们现在因为预读完 ，OK， 预读完就要讨论嘛，所以你们要稍微查一下，能当做讨论的。好。这丙酮酸，所以第二组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啊？第二组先没有屁用。对，没有屁用。第二，有没有同学要问第二组的？考第二组一下。快点来啦！快点。手机。让第二组去死了。那个一克葡萄糖可以释放3811卡是怎么算出来的？靠腰啊！完全腰啊！很简单嘛，直接拿去。我问你怎么算出来的？啊，他直接看他温度变化。啊，基本上如果说我可以用化学式证明，可以用化学式处理。像一比如我们在做那个在做实验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两个键的能量。嗯，比如说碳跟氢的键的能量，碳跟氧之间键的能量，碳跟碳之间的能量。它跟电子数没有关系。它跟电子数关系不大，它应该是实验做出来的。我比如说，假设吧，我说我先拿一个碳，然后跟氧反应，我产生出 CO2。嗯。我这样做出来，假设我先告诉你说，这边放出来的能量是 H 好。然后就是一摩尔的碳，一摩尔的氧，得到一摩尔的二氧化碳，发出 H 的能量。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请问碳有没有键结？碳有没有键结？碳没有键结，对不对？这边氧有没有键结？氧有键结，它有双键，对不对？是不是？请问这个二氧化碳有键结？有，它是氧跟碳的键结，所以这边有两个。碳跟氧的单键，这边有一个氧跟氧的双键，所以简单来讲，这个 H 的能量等于多少？ H 的能量就等于两摩的碳氧键减掉，没有写错了，这个 H 能量就等 H 能量加上两摩的碳氧键，就会等于一摩的双键的能量，这样懂了吗？就是说，是它形成这个东西，形成双线的能量。所以哪个能量高？你觉得？不能。好。两摩的。问你啊，我这个白蛋过来的时候，这边的能量高还是这边能量高？就是碳跟氧的加起来能量跟二氧化碳的能量比起来。碳跟氧加起来。所以这两个能量加起来比较高，对不对？嗯。这边没有键，这边有键。这边有键，所以这边键跟这边键比起来，哪个强？这边键比较强。这边键比较强。所以它键比较强，把它打断之后，我再组成一个比较弱的键，比较弱的键只要一点点能量，对不对？就是释放出比较多的能量。就释放出能量。那我经过很多种不同的实验之后，我就可以去查出来每个键之间的能量是有多少。什么是太阳？碳就跟碳跟氧。碳跟氧键是什么？键。上方宝键是。那接下来我们有可能是氢跟氧的反应形成的 H2O。我一样的方式，我就可以知道一摩尔的氢跟一摩尔的氧，二分之一摩尔的氧反应完之后剩了一摩尔的水，我就可以知道它们键结之间的强度有多少，能量有多高。那慢慢的把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分析，假设一摩尔的葡萄糖里面就是碳氢氧嘛，我去反应完之后形成了很多个氢氧键，很多个氢碳键、碳氢键，那很多个什么？还有什么键？
没有啦，对，它就这两个键呐、啊。嗯、然后我把前面的键跟后面的键去相接，我就可以知道。氢跟哦，氢跟氢的键，这边会产生吗？这边应该是不会产生，是氢跟氢的键的、啊。原本这边就有氢跟碳的键。它原本不是。原本比较多是氢跟碳的键。它 H2 没有。没有啊，葡萄糖聚氨酸它还有打断的是氧跟氧的双键。哦。对不对？它打断了这些键，去形成了新的键。嗯。那就可以知道说，假如在不同的时间看，我可以得到这种不同键的能量，那我就可以慢慢去知道说，那我每个键的能力有多少，去分析出来，那就可以计算了、哦、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拿一克的葡萄糖去燃烧，燃烧完之后看它放出多少能量。对，问题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了，官员，官员，我解释完了，妈妈把这个结果写出来，当成今天作业。太快了，这里。哎呀，礼拜六的时候还闷说有些什么不用睡觉就可以一直上课上课。我昨天睡超多的，所以现在十点就睡。所以现在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说睡眠时间跟上课。所以现在怎么回事？我先问你，现在怎么回事？你问的问题都我在解释，那就睡着了，是吗？知道，嗜睡，一定是缺乏咖啡因和 B 群。有啊。是把 B 群融到咖啡里面。OK， 我觉得这学期轩宇倒是不错，轩宇都还蛮有参与讨论的，对，还蛮有一些反应的，还不错。哎，轩宇最近用试纸啊，说 H 加两个摩尔，然后两个摩尔的 CO 间接，这个 H 代表热量啊，是代表热量啊，对，那这是用上面的试纸，就是更上面那个。对啊，对啊，就是能量不灭定律来讲，它是相等的。我这边能量等于这边能量总和嘛，对啊，所以我的热量加上两摩尔的碳氧键，就会等于一摩尔的氧双键，就这能量就相等。那么，可是这样的话，那个 H 它应该自己是一摩尔吧 ？H 它没有多重，看对谁啊？它就是一个热量，它是一个热量，它没有什么一摩尔、一摩尔的问题。看热量，啊，所以他基本上是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实验之后，他把每个键的能量可以算出来，可以估计出来，叫出来，对，可以叫出来。好，有问题？是，你还是？他算出那个键的热量就是卡。对啊，对啊，对啊，可以用卡来做单位。因为它很小啊，能量很大。所以两摩尔是指说它用 CO 的连接的，就是它的量是两摩尔，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啦，两摩尔哥啊，摩尔是数量的单位啊，两摩尔哥啊，两摩尔哥碳氧键跟一摩尔的氧的双键，这是一个比较哈，就是两摩尔哥跟一摩尔哥啊。OK， 好。但是我是摩尔号的特殊符号。摩尔。摩尔什么特殊符号？好的。我说的是什么的几次方面的？可是我用墨这样写不可以吗？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说，如果那个特殊符号大家都不认识的话，写墨不就很清楚？不，没有啊。那个是什么？啊，因为那个特殊符号我不知道。是吹。对啊，我如果写的话，你们不知道那是特殊符号什么，所以我就写墨就好了。啊，我写墨应该就知道意思吧？知道，你电话里。一墨是什么？一墨的意思是什么？六乘十的二乘次方个，六乘十二乘次方个，啊，单位量值，对。我每天这里都理解不清。就是说，请你啊，不用加小数点名。你说啊，到七还好，我觉得六点零的乘十二乘，六点零的，对啊，它就是一个那个数值。六。对啊，它是。国中是教六点。六啦，六点零了，高中呢？一般来讲，高端计算也都会叫你用到6.0来计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那这跟拍后面一样吗？不一样。啊，这个东西，不知道，重不重要，不同的说法，我是觉得还好，对，我觉得还好。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墨数这个值不是就是六啊？它第一位绝对不是六，这样就好，因为它六多少？如果你们必要的人去查，那可以。用到小数一下五位，小数一下几位都可以。它是无限的吗？它应该不是无限的。它是量出来的，所以没有办法到无限的。它
要看你的摄影都怎么样。啊？第二节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那我可以问一下第二组吗？可以再简单解释一下发酵作用跟有氧呼吸有没有不一样？发酵作用，它是不完全的分解。OK。就是葡萄糖，它只有释放出一小部分的，但是有氧呼吸的话，它就是葡萄糖完全的分解掉。然后，对，所以它就是完全的。OK， 那知道意思吗？啊，所以有人说，有人说喝酒会胖，喝酒，酒实际上还蛮多热量，对，酒实际上蛮多热量。因为酒里面是酒精，酒是发酵的产品，不管怎么样，酒精就是一个很大热量，酒精就是一个蛮大热量。好。接下来讲糖解哈，这本课本是蛮有趣的，它的编写方式是第一个先给你的概念，然后慢慢再解释那些概念哈。所以事实上，我们第二节讲发酵跟呼吸、有氧呼吸，事实上后面还要再详细的解释哈。那接下来讲糖解作用，好，第三组。来，糖解作用是什么？第三组是哪些人？好，你们三个啊。现在是练唱歌的时间的。啊，八十岁。啊。来，糖解作用来。哎，同学，振奋一下，振作一下。所以你也在等待的，还是你是觉得说没有准备？怪是不要做表面动作，他故意没有看着我，他实际上是已经是，啊，什么意思？我醒的。啊，你醒着的。从你讲的第一句话，我的手指头就在回应。OK，sorry。啊，我手指头在回应。来，什么是糖解作用？绝对不是小糖的姐姐啊。不笑啊！难道大家都睡着了？是这样啊，他们讲的更好笑的。不好笑啊！你睡了。这边糖解当主要讲是单糖类的，单糖的分解哈。它指的就是葡萄糖吗？单指葡萄糖。它当然不是指葡萄糖的妈，葡萄糖的妈是双糖。我就。双糖就是两个葡萄糖在一起就双糖吧。啊，单糖是从葡萄糖生出来的，不是葡萄糖。认真你就输了。好，继续。啊，糖解怎么作用的？糖解什么意思？它这边有讲，但是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对，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说你哪里不理解。好。对。然后以前的做法是你们要做重点整理嘛。嗯。现在基本上回到就是陈玉所建议，就是大家也不要做重点整理了，一定要提出你的疑问。我没有说不要做重点整理。啊，也可以做重点整理，那你也可以只做疑问。啊，读了书之后，你可能有些疑问嘛，你把疑问拿出来，把你的疑惑拿出来，也是一个很好，了解自己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OK， 快点，糖解作用，请糖解，前三周的，异性的，对，紧张，我在说模组。有图片，他对照那个右边那张图啊，就是叶的图。是。你现在才看到吗？对，我现在才看到，我刚没有看到。我刚刚就有在疑惑这样子，因为我找到那里面有那个笔。你看他们已经透露出他们其实没有预读的那个。对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上礼拜还在想，哇，这一班不错，我们现在都可以用讨论，因为大家都预读完都。终于请大家讲话。不是，上礼拜生活我觉得讨论还不错，大家都有共性的话题，啊，那当然有可能这一张比较难，这一张确实有点比较难一点点。已经是官员太忙了。对。官员听不到说什么。忙。睡你的啦。怎么样？我现在要开放你们时间预读吗？开放了。对。而且第三组是怎么回事啊？可以读。
现在看当然让你错。那我们可以看第一句话吗？或第一段吗？1905年，看得懂，好，圈起来。看得懂不用圈起来。1905年，英国化学家，因为他全部进入。怎么念 ？Arthur 吗 ？Harden。Harden。Harden。要英国小姐。这叫哈登。这可能是哈登的爸爸。研究我懂。嗯。酵母菌，酵母菌你知道？细胞。细胞 OK。分解 OK。我长一点好不好？产生也知道，好，二氧化碳。气泡也知道，然后反应我也知道，耶、yeah, ！好，我们第一段就做完了。每个第一次我都看得懂，全部串在一起，每个字我哪个地方看不懂啊？哪一段看不懂啊？我刚刚说对哪一段？二氧化碳气泡是什么？啊？有被你们做过那个产生氧气的那个实验？对，它会泡泡吗？对，会啊。在那个，我不懂他讲的比上面清楚多少哎，我问了人家两个听懂，他看到就看不懂，他两个在开清水的二氧化碳，不不不，就二氧化碳气泡了，对啦，但是它是一样是二氧化碳的气泡。哦。那我们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它用酵母菌去分解葡萄糖，实际上我们在做酿酒实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你把那个葡萄放到那个罐里面去，那你放了一点点酵母菌，加上一点点糖。没多久之后，它就开始分解了，你就看它分解过程的气泡，同学有记得吗？有看过哈？不记得，其实都是有气泡，打开它会有气的声音。我们没多久，它会有鼓鼓的，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个同学的那个什么？爆炸。它就爆炸了，对，它的那个拔蜡就爆炸了，对。啊，因为它里面二氧化碳太多了，啊，二氧化碳太多就爆了，对。分水的瓶子呗。那盖子就它是用什么？用。塑料盖，应该是塑料盖吗？对，应该是塑胶。塑料盖，它就整个就砰就爆开了。物理方面的危险。啊。定时炸弹。然后来，我们有后来就是定期去放泄气，可是嘛，有一两天来不及泄气就爆了，那反应太快了。那样子一直泄气的话，它就会变成醋。不会。你们看了这张，你们应该知道醋是要加氧，它是有氧的反应。啊、我现在打开，让二氧化碳跑出来，并没有让它有氧进去啊。不会进去。不是，你是如果整个盖子打开，嗯，氧摇晃摇晃，吹口气，你才有氧气进去。你一开要把气卸掉，关起来啊。哦你的氧气并不会进去啊，啊。所以刚才酿酒也是要做一些排气的工作了，你要做排气，你不排气的话，它还是会爆。不是因为装的材质的关系吗？那你要很强，你很难做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环境啊或结构，尤其在早期他们酿酒根本没有办法做得很结构很坚强啊。哦。啊，所以你稍微一点让它给排气是好的。那有的装在橡木桶里面，它就会慢慢的把那个。橡木桶基本上是已经酿完的酒哦。哦。啊，橡木桶是拿蒸馏后的酒去要取那个橡木桶的味道。它原本什么时候？啊。那原本它有发酵桶，它有发酵。一个很大缸的，对，然后现在发酵是用金属做的，对，大的发酵桶，金属它有多重，它区别很多酒装包去，它发酵完之后的酒，它可能第一个是可能是用过滤的嘛，萃取，它出来那是酿造酒，然后酿造完之后，酿造酒通常的百分比，那个水果酒百分比可能能到10几%，那你想要提升的话，就是要去做蒸馏。蒸馏完出来酒的浓度会增加，算提纯啊，还是把那个酒精给提纯出来？除了蒸馏还有其他的方法？主要不就蒸馏，就蒸馏，蒸馏和那个酿造是前面一定要做酿造，酿造才可以蒸馏。蒸馏和那个就酿造，你就过滤了。在中国，如果你看书会看到，就是清酒跟浊酒，你有听过吗？蒸馏酒吧。李白有首诗啊，清比胜，浊如涎啊。清比胜，浊如涎。这其中的两句啊，哈，两句的其中一段就是。清比胜，浊如涎，浊就是浊酒，清是清酒，清酒就是酿造，就是蒸馏酒，浊就是酿造酒，那差别在这里。那就有蒸馏技术啊。像你喝的像白。
白干，通常白干就是真的有酒。啊。啊，想起来了，那个不是一样吗？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工程军，吃到一种多元的色。嗯，深蓝色，深深。柯南。柯南。喝到白干会变回光辉。啊，真的啊。啊。双车有的。短时间内。啊，真的啊。这个。我知道它会变，但是我不知道是。几年前。什么？来。做连载初期的设定。在那个在日本清酒就是蒸馏酒，哦，就是白干妹，它不一样，它的蒸馏酒的浓度比较低。白干对，就是清酒喝的。像在台湾来讲，像高粱酒，然后像米酒是蒸馏酒，对，我们的米酒是蒸馏，东莞酒米酒是蒸馏酒，料理米酒是蒸馏酒。可是它酒精浓度很低，可是不是说那个，因为它本身非常非常。对啊，它后来它其实可以到40%。哦，米酒，对，就是这个。哎，我想买一些吃的。OK，Go ahead。啊，高粱是不是其实就是浓度比较高的米酒？是吗？它不是米酒，它是高粱去酿造，然后再蒸馏的。它是高粱做的，不是浓度比较高的。算了。哎，把它算了。反正我们喜欢喝高粱。你是吃物喝的，应该没喝的。好，有喝的吗？